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这个特别山的猫眼款式。首先，无名指呢，先做一个搭配，用到的是梦幻金二号、三号，一个粉色的亮片和香槟的亮片混搭在一起啊。然后照灯上擦几层照灯擦掉浮胶，用免洗啫喱粘钻胶呢来给它搭配两颗激光钻。这个激光钻不同的底色展现出不同的效果啊。然后这个中指呢跟小拇指是同款，没录好啊。先把这个梦幻猫眼的B 款01号涂在上面，然后去吸颜色。这个猫眼的底色是紫色，然后吸出来的光呢又是不一样的颜色，特别的好看啊。然后之前端我又给它画了一个小的法式，用的是高密度的铂金膏。今天我用的这些东西其实小店里面都有啊，你们找不到的话问小店客服。然后我又上了一层加固，让甲面保持平整啊。食指的话用到的是花翎钻的01号，这个里边的这个亮片胶啊特别好看，然后也是今年最火的搭配激光钻的这个亮片胶。这个四色小套系啊，四个颜色38.88元送色板送打板的豆子，你们可以去拍一波啊，确实是好看。然后这款搭配的跟平时不一样啊，搭配的特别合理，特别理性化，就是一个色板里边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啊，有纯色，有亮片的。然后咱们啊，最后上了一个封层，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一个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